世界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钱了。财富的核心是钱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都要钱，创业最后也是为了钱。创业过程当中融资，特别是这个 VC 这个行业，融了这么多钱，最后公司搞砸了，这个家常便饭。我有几个建议，第一个建议是说，咱们一定要诚实对待自己，你到底需要多少钱？你千万不要说，哎，他融了很多钱，我为什么不能融更多？我多融点不是更安全点吗？这个事情啊，跟你没关的，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的？人家融钱有跟你什么关系？没关系的，你得想好你到底自己需要多少钱。所以这创业公司怎么来算钱啊？我到底要融多少钱啊？这个事情啊，最好啊不要说咱们用 Excel 表，最好是用手写，因为 Excel 表太容易，我加个百分比，加个百分比，夸一拉就出来了，这一拉就完事，完蛋。创业都是小公司，十来个人、二十个人、三十个人公司，你算得出来的，手写。千万不要按年算，一个月一个月算，我们一年用多少钱，没有感觉的。我这个礼拜、这个月用多少钱，我是有感觉的。所以你一定要单位里面很清楚，每个最原始单位按月算，我有几个人，我为什么要加人，等等等等。那去融钱啊，最好不要说我把三年的钱一次融完，你最好只融六个月需要的钱，十二个月需要的钱，融最少的钱啊。因为创业公司如果去融资，是用你公司的股份去融资啊，这是融资当中最昂贵的一种方法。融资用股权去融资，是把你这公司的利益分享权利永久的出卖了。尤其是创业公司、早期公司啊，不值钱了，这么点钱把你公司的永久的利益分享权给轻易的给卖掉，就像把你的领土割出去让给别人一样。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个别的方法借钱等等，都比这个股权融资好，股权融资最昂贵。那么投资人一定会跟你来谈公司估值啊，需要多少钱啊等等，你需要的钱越多，一定是稀释股份越多，是必然的。所以你要融钱，第一点，融钱要融的少，然后你要算清楚六个月、十二个月需要多少钱，千万不要三年前一起融。六个月、一年需要多少钱，一个月一个月算，就算得很清楚。我研发产品三个月，这个时候我不需要多少人了，我两个技术人员、三个产品人员，哎，两个行政员，就这些人了。所以我不需要弄一堆做市场的人，这个月没有工资的。我把我的产品三个月出来啊测试啊投放市场，你仔细算一算。但是你根据我的方法算的话，你会非常失望。你算了半天发现，哇，七八十万，这怎么好搞？我多少融他个八百万。然后有些人聪明人他会想了，我算了去算了，是工资就这点了，市场费用把它打上去了，广告什么无限可以打的，对吧？加了两千万广告费进去了，说一融要融两千五百万，就是心里感觉挺好的啊。两千五百万我也像融一次也是啊，多少这么搞笔钱来咱们玩一玩，你基本上搞不好，因为你很可能融不到这钱。如果你融到这个钱，你创业全部是错乱。我个人失败经验，我写了一本书，这里面主要是在讲我以前怎么创业，怎么针对投资人等等。所以我最初没读过商学院嘛，啊，这个也没有在华尔街工作，草根创业的。最初创业是这么创业，第二次失败了，啊，后来呢，好好干，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以后需要公司要扩展，扩展，哎，听说这个有 VC 啊，他们给很多钱啊，怎么懂 VC 钱啊？所以找到了一个朋友，华尔街工作，此老兄今天在北京啊，在做财务顾问，他平时很忙了，周末请他吃饭，过来帮我看看。我当时要融四十万，他说四十万融这些钱干嘛？你融少钱跟融大钱其实过程是一样的，花的精力是一样的，你还不如多融点。哇，我听了这句话真的很舒服啊！四十万跟那多少呢？那四百万嘛，四十万跟四百万是一样融的，
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方法，你既然要融，你还不如多融点。哇，说到我心坎上去了，很开心。所以呢，说好，你教我怎么融，我就融啊。对他来说啊，400万也太少了，融400万跟融4000万其实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使劲跟我搞来搞去，最后我告诉你，真的是要融4000万。就把一个商业计划书、一个机动计划弄，几个礼拜以后变成了我要40万块钱，40万块钱其实跟人家借就行了，找两个朋友凑凑也行了，对吧？高利贷也行了，其实就变成4000万了。哇，这个时候完全幻想。这个方案里面很可笑，里面有2000万是放在这个公司里面做投资。我也表示华尔街也出来这种高水平的人了，一个创业公司里面本来要40万元变成了4000万，其中2000万是公司的 capital reserve， 这个是资金的储备，是做投资用，战略投资。这个创业公司变成一个微软了，变成 Intel， 融了半天钱，融不到钱。所以再聪明的华尔街出来的高手，帮你种的再好，融不到钱了。融了一年多没种到钱，我算不用。我从这件事上后来我自己算，到底需要多少钱，需要一点点钱。所以今天跟你们分享融资失败的经验，啊，就是因为你老是想要更多钱，不好好干活，不好好从你的顾客身上去想赚钱，想从投资人这边去弄钱，投资人不是傻瓜，弄不到。所以融资最好少融，算清楚，少一点时间，千万不要跟外面去比，尤其不要把你的广告费、市场费弄进去。我第一次创业做广告公司的，我很懂市场，所以你要找我说一堆广告费进去，我看都不看你，因为你根本不懂怎么管理的，从来没有说广告费说啪一个亿投进去再说，没有的，广告费都是投一点，看看有没有进来吧，有进来我们再投点，没有进来就停掉了，所以你根本不需要，根本不可能用一大堆钱去放在里面做广告的，所以钱要融的少。